膀子躺在床上。你看不出来吗？这是医院，躺在床上的是病人，穿白大褂的是医生，在给他治病。见过这种治疗方法吗？见过，这叫扎针。不对，这叫针灸。准确地说，这叫针疗，也就是针刺疗法。注意看，要出字了。这个符号代表一只手，他手里拿着什么？拿着针。对，这一捺就代表针，合起来是一只手拿着一根银针的形象。读音是久，久的意思是时间很长，久，鸡有久，长久的久。久，老爷爷，明明是手里拿着针，为什么不念扎，要念久？哎，不要急，等讲完下一个字啊，你就明白了。这个字念什么？火，水火的火。哎，这位医生啊，正在用火点一个用来治病的艾草卷儿。这也是治病吗？是啊。这是什么治疗方法？这叫做灸疗，也叫做灸烤。先扎针，再灸烤，合起来才是你刚才说的针灸。上面的灸字是用手扎针，下面的火字表示扎完针再用火熏烤，这就是针灸的灸字。您还没说为什么要念灸呢？因为针灸治疗要费很多的时间，数字中六七八九的九是最多的，所以就用九读音，表示时间多，时间长的意思。这个针灸的九字和长久的久原本是通用的，后来在实际应用中就逐渐分开单用，不再通用了。九，火字底九，针灸的灸，灸。这是什么字旁？病字旁，用它组字，多与疾病有关。哎，说得对，用病字旁和长久的灸字组合，读音念灸，四声灸，灸是长久，病字旁是病，合在一起就是病了很长时间的意思。一个人久病在床，给家里人带来很多麻烦，就感到内心不安，这就叫做内疚。另外这个字还表示一个人做错了事，感到对不起整体，对不起别人，而内心痛苦，这也是内疚，或者负疚，或曰内心负疚。疚，病字旁疚，内疚的疚。疚，啊，真可怕。这是什么？棺材。哎呀，装死人的棺材，说棺材不就行了，何必非要说死人？明明是装死人的，活人谁往那里边钻？棺材是什么做的？是木头做的。哎，对，木头，所以用木字做旁表意，棺材是长方形的，里边是空的，所以用右边开口的右框表示它的形状。再用九字表示死去的人，合起来就是把死人装在棺材里的形象。这个字念棺吗？不，念旧。古人把空棺材称作棺，装进死人后称作旧。古人认为人死后灵魂还在，装进棺材后就要永久安息在里面，所以叫做灵柩。哦，因为死人永久在里边，所以用柩来表示读音。对，柩，鸡柩柩，灵柩的柩。柩。这个字也念柩。柩是一种很像玉石一样的浅黑色的石头，因为像玉，所以用王字做旁，
又因这种石头是在许多万年的地质变化中形成的，所以用九字表示读音。我曾讲过，汉字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每个字都有大写，这个九字就是九的大写，九，鸡有九，大写九，九。老爷爷，这位拄拐棍的老爷爷是有病吧？好像是腿上有病。说得不错，人老腿先老嘛。这个字学过吗？学过，这是老字，老人的老。上次学只是认识它，今天要讲讲它的含义。老字最早的字形是这样的，你们看，很像一个弓腰驼背、双腿弯曲并拄着拐棍的形象，经过多年的规范和变化，现在写成这个样子。上面的土字是老人的上半身，下面是他弯曲跪坐的腿，中间的一撇是他离不开的拐棍。老字的本意是指老人，后来引申出陈旧长久的意思。老师的老是不是这个字啊？是啊。那老虎呢？老虎、老鹰、老汉、老婆、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板、老手、老练、老百姓、老豆腐等等等等，都是这个老字。老爷爷的老也是这个老字。是啊，老字的用处很多，你们以后会实际应用的。老，乐敖老，老人、老虎、老练的老。老。爷爷，回家吃饭了。什么？回家吃饭了。走吧。看这孩子有多好啊，知道他爷爷腿脚不便，就紧紧地搀扶着。要是我，我也会搀扶的。哎，这个字念孝，孝顺父母的孝，它的上半部是老字的一半，表示老人，下半部的子字表示是老人的子孙，合在一起是子孙搀扶着老人的形象，是孝顺的意思。孝顺孝敬是尽心赡养和尊敬老人，并顺从老人的意志，古人非常尊重这样的人，称他为孝子。孝，西奥孝，孝顺孝敬孝子的孝。孝。这是什么字旁？这是反文，是手拿着木棍敲打的形象。哎，用它与孝字组合，读音是教，教育的教。在这里左旁的上半部分可不是半个老字，是爻字演变过来的。爻是写着文字的竹简的形象，它代表文化知识。左下的子字是正在学习的孩子们，右旁的反文是教师拿着教鞭的手，合在一起就是老师教育孩子。哎，所以读教，教育、教师、教室、教练，还有宗教，比如佛教、道教、耶稣教、天主教等等，都是这个教字。教，基奥教，四声教，教育、教师、宗教的教。教。老爷爷，您每天教我们识字也是这个教吗？哎，应该说是教你们识字。教，一声教，是这个字的第二个读音。教识字，教唱歌，师傅教徒弟，老师教书，教学等等，都是这个教字。在什么地方读教，什么地方读教，应该依据普通话的规范选定。教，一声教，
教书、教学、教徒弟的教。教。这是什么字？酉。酉是一个酒坛子的形象，桌上醋就是醋坛子。哎，酒醋都是经过发酵制成的，用酉字做旁组成的字大多与发酵有关。看，这里的工人正在为做酒发酵呢。可这个字念酉不念酵呀。所以用孝字表示读音，这就是酵字。酵，鸡傲酵，发酵的酵。酵。孝，孝顺、孝敬、孝子的孝。教，四声教，教育、教师、宗教的教。第二个读声，一声教，教书、教学、教徒弟的教。这不是那位拄拐棍的老爷爷吗？他怎么不喘气儿了？他死了。啊，死了？这个字念考，古人把死去的父亲称作考，也称先考。哦，我明白了。老字的下半部是老人跪坐弯曲的腿，死了以后腿就挺直了，所以那一勾也延长了。哎，我说过多次，作为方法只要便于记忆，你尽可按照自己的想象去理解。我记住了，死去的父亲就是考，先考。因为考字有对死去父亲思念的意思，就引申出思索、研究、检查、考试等含义，就有了考虑、考察、考古、考证、考验、考试等词。他们这是干什么？这是清代科考制度下现考的场面，凡是本县的生员都可以参加考试。以前讲过，这个窑字是写着文字的许多竹简的形象，考字的上半部是窑字的变形，在这里它表示以文字形式出的题目。下边的半个字是弯着腰写字答题的生员，合在一起便可看出是在考试了。考，科考考，先考，考试，考察的考。考。火，水火的火。这位老人在干什么？在火堆旁边烤火。哎，这就是烤火的烤字。这个烤字最早的形象就是一位老者在火边烤火取暖，现在的字形与早期的相近，因为是烤火，所以用火字作旁表意。右旁的上半部是老字的缩写，下半部是弯腰烤火的样子。后来又引申出烘干、烤熟等意思。哎，你吃过烤鸭吗？吃过。知道怎么烤吗？不知道。看，就这样烤。这就是烤鸭子的烤炉，炉内的温度很高。把生鸭子吊在炉膛里边，烤熟后取出来，脆皮嫩肉是非常好吃啊。除了烤鸭，还有烤鱼、烤土豆、烤鸭肉串，还有烤白薯，还有烤店。哎，说得对。烤，科熬烤，烤火、烤干、烤熟的烤。烤。呀，他手上那是什么？那叫攒子，是夹手指的刑具。哎呦，夹手指头，那不疼吗？当然疼啦，过去官府审案常用各种各样的刑具拷打拷问。因为拷打要用手，所以用提手做旁表意，用拷字表示读音，这就是拷打的拷字。可这又不
不是考试，为什么右旁要用考字表音呢？古代先生考学生是非常严厉的呀，考不好要用板子打手心的。官府的科考也很严格，所以学生们非常害怕，审案时严刑拷打，为的是让被审者如实地招供出真情，就像用火烤肉把油烤出来一样。所以用考字来表音，考提手旁考，拷打拷问的考。考审问过后判定有罪，便要给被审者铐上手铐，押进监牢。这就是手铐的铐字，读四声铐。因为手铐大多是用金属制造的，所以用金字表意，铐字表音。铐，金字旁铐，手铐的铐。铐这个铐字还是个动词，比如说要给犯人戴上手铐，通常都说把他铐起来。老爷爷让我把你铐起来。胡闹，我是讲铐字的用法，谁让你铐妹妹了，放开。哼，哎呀，他捏得我可疼了。我也要捏你。捏吧。铐。哎呀啊我捏不疼他。能说一说这座大殿里有什么吗？那里边供奉的都是佛爷。哎，说得对。你们谁能知道这是一座什么佛爷？这是大肚子佛。哦，这叫弥勒佛。正因为他肚子大，所以很多人就把他叫做大肚弥勒佛。这是什么字？这个字学过，读音是面，脸面的面。对，因为眼睛是人脸上最主要的部分，所以将眼目的目字摆在中心。四维的方框表示脸面的轮廓，上面的一横一短撇是头发或是帽子。面子的应用很广，比如桌面、镜面、水面、地面、南面、北面、左面、右面、下面、里面、外面。对，这是人脸的正面，也是前面。这是侧面。这是后面，也称反面。测量立体物质要算它的体积，平面物体的长宽乘积称作面积。另外，面还是个量词，比如我见过它一面、两面，一面镜子，一面旗子。对，一面袍子。对，不对，袍子要说一件。他怎么不停地擦粉呢？他是在教你识字。你知道他擦的这是什么粉吗？那谁知道，反正不是白面。错了，很久以前女人脸上擦的就是白面。擦白面？白面是用什么粮食磨的呀？这学过，是小麦。对，原先的繁体字在面字左旁还加一个小麦的麦字，用来表现各种面粉。现在汉字简化就全由这个面字代替了。面，脸面方面，面粉的面。面。这个字念免，读三声，免，腼腆的免。腼腆是什么意思？腼腆就是不好意思，甚至是害羞的意思。这个姐姐就害羞了，没出息，不就见了个男人吗？要是我，见一百个男人都不在乎。
你怎么知道他害羞了？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来的。哎，脸是肉的，所以用肉月做旁来表意，用面字表示读音。免，莫一俺免，腼腆的免。免。你们说，这姑娘现在是什么心情？嗨，那还用问？她在想那个男的。好像你什么都懂。这有什么难懂的？咱家隔壁那个男娃娃呀，他跟他爸爸去了上海，我就挺想他的。你不害羞？为什么要害羞？哎，你为什么要想那个男娃娃呀？因为喜欢他。哦，你也腼腆起来了。用绞丝旁和面字组合，读音还是免，三声免，免是久远遥远的意思，用在表示人物心理方面，就是追想以往的事。你们看，这姑娘正在免思着他跟那位书生月下漫步的美好夜晚。为什么要用丝字做旁呢？因为丝又细又长，有长时间牵挂的意思，而缅丝的心情总会表示在面部表情上，所以用面字表音。缅还常被用来表示对已经死去的人的怀念，称作缅怀，特别是那些对国家、对人类做出伟大贡献的人物，更值得缅怀呀。我国西南有个邻国叫做缅甸，从缅甸通向云南有条公路叫做滇缅公路，都是这个缅字。缅，绞丝旁缅，缅思、缅想、缅怀的缅。缅。这个字是一个人的头和脸的形象，读音是夜，一夜两夜的夜。再看这是什么偏旁？这叫三撇。它代表细长柔软的物体，比如树枝、毛发。也代表影子。回答得很对。快看，老爷爷又进那里边去了。那有啥稀奇，咱俩不也常进去吗？嗯，哎，老爷爷，您的胡须怎么变长了？那是为了教你们识字嘛。三撇表示毛发，叶子表示脸面，组合在一起就是长在脸上的胡须，这就是胡须的须字。另外，这个字还用来表示必的意思，比如说要想成为栋梁之才，就必须好好学习。须，须须须，胡须必须的须。须。老爷爷，你怎么了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你听他说吧。哎呀，我突然感到心情特别烦躁，就好像有一大堆火在我身边燃烧呢。哎呀，烦死人了。这就是烦躁的烦字。这个字最早的象形是一个在火堆上的人形，人在火堆上就像热锅上的蚂蚁，难受得很，烦躁得很呢。现在的字形和早期的字形意思一样，只不过把火字移在叶子的左旁。你看，这火就在我脑袋边上燃烧，真让人烦乱烦躁。还有烦闷、烦扰、麻烦、厌烦，托别人办事时可对人家说烦劳您了，也是这个烦字。烦，烦烦，烦躁、麻烦、烦劳的烦。烦。哎呀，不行，
我得去喝一碗清凉下火的药去。老爷爷，请喝药。哎，你们看，这是什么字啊？笔，是古代吃饭用的小勺。用笔舀起了汤，再往嘴里送，嘴在脸上，所以与叶子组合。这个字念请，请的本意是倾斜、倾倒的意思。为什么用小勺喝汤是倾斜呢？哎，听我讲，你们看，从右侧面喂汤，喝汤者的头就会很自然地向左后倾斜；正面喂汤，头就会向后倾斜。自己用小勺喝汤，头就会往前倾斜。另外，小勺要把食物倒进嘴里，也需要倾斜，所以笔字和叶子组合就有倾斜的意思。哦，明白了。还有一种解释，说左旁的笔字是反倒的人字。你们看，这是人字，这是甲骨文的人字，这是中鼎文，也称金文的人字，把它们反倒过来，正好与笔字的形状相仿。这两种解释虽然不同，但其本意都是倾斜。后来这个字又被用来表示田地的计量单位，一百亩为一顷，比如说良田千顷或碧波万顷。另外这个顷字还表示很短的时间，比如人们常说的顷刻之间，意思是一眨眼的功夫。顷，七营顷，顷刻之间的顷。顷就在这个顷字的左旁加一立人，用来表示倾斜、倾倒。读一声倾，倾倒这个词还常用来表示人的意念，比如说对某人特别的佩服和爱慕，可用倾倒或倾慕来形容。倾，一声倾，倾斜、倾倒，倾盆大雨的倾。倾。这是太原南郊的晋祠圣母殿，咱们去过。哎，不错。那这处咱们也去过吗？这是天殿。对，天殿，这些女神像可好看了，这都是宋代雕塑的仕女像。对，看这是什么字？手，首先的手。手就是头，低头就是俯首，抬头就是昂首，杀头呀就是斩首。因为头是长在人体最高部位，所以手也有第一、最高的意思，比如首先、首领、首脑。好，你们都记得很清楚。你们看见他身后的那条小道了吗？看见了，他就是从那条小道上走下来的。人们在荒野草地走来走去，时间长了就会踩出一条道路，因为是用脚踩，是人在行动，所以用走之表示。在于手字组合，就是道路的道字，道就是路，比如羊肠小道、阳关大道、铁道。哦，道就是路，路就是道，没有区别。哎，最早是有区别的，人踩出来的就是道，经过施工铺设，行人车马常走的就是路，可后来就不再区分了，统称道路。这个道用处很多，
这位身穿道袍、头戴道冠的人是道士，也叫老道或称道长，他所信奉的宗教称作道教，此外还有道理、道德、道义等等，表示一个人口才好，常用能说会道来形容。这里啊，道就是说，比如说听我道来，就是听我说。别人帮助了你，你向人家表示谢意，叫做道谢。亲朋好友家娶媳妇、嫁姑娘，或是给孩子做满月、过百日等操办喜事，你去祝贺称作道喜，也是这个道字。道，德奥道，道路、道教、道理的道。道呀，他们拿着刀要干什么？是要杀头吗？对，古代官府执行死刑多半是要杀头，叫做斩首。老爷爷，咱们别看这个了。可以不看，不过为了学字，斩下来的头还是要看的。官府把人头挂在城墙上警示众人，这叫做悬首示众。悬就是悬挂的意思，悬首就是把人头挂起来。因为古代县衙门的长官有判决死刑和执行死刑的权利，所以悬挂人头的地方就被称作县。把这个表示人头的首字颠倒过来略作改变，就被用来表示县了。县是秦代以来所划分的行政区域，管理这一区域的政府称作县衙，主持县衙政务的称作县令或知县。这一划分一直沿用到现在。县，西岸县，县衙、县城、县长的县。县。县字的读音和字义确定了，就需要再造一个字表示悬挂的悬字。人们看着挂在高处的人头，与被杀者有仇有恨的会感到开心，他的亲友会感到伤心，对他失望的会感到痛心，还有不少人会提心吊胆，总之呀，会萌生各种不同的心情。所以在县字下面加个心字，就是悬挂的悬字。悬还被用来表示陡峭险峻的山崖，就是常说的悬崖绝壁，意思是这山崖很高很险，像挂在空中一样，所以悬也有危险的意思。悬，西园悬，悬崖悬挂悬空的悬。悬，县，县衙县城县长的县。道，道路道教道理的道。刚出生不久的婴儿，婴儿头顶上的骨缝还没有长好，叫囟门，这就是囟字。哎，说得对。囟，囟门的囟。仔细看着，这婴儿长大了。呀，好快呀！刚才他的囟门还忽闪呢，一眨眼就长了两条细辫子。这就是细辫子的细字，因为头发和丝一样很细很软，所以用表示丝麻纤维的绞丝做旁表意。右边的田字是信字的变形，信的声母是西，所以用它表示读音。细，细细，粗细的细。细。老爷爷，嗯，是不是刚才那个女娃娃又长大了？是的，又长大了，会玩积木了，已经开始看图识字了。这也是她吗？
不错。又长大了，真快呀。是啊，开始上小学了，会做题了，也会思考了。这就是思考的思字，因为思考思索是要用心的，所以用心字表意。所谓用心，实际是用脑，信门也叫信脑门，所以用它代表脑与心字组合。如果你在外边学习很长时间不见父母，你想不想他们？想。哎，这就叫思念。你要做成一件很难办的事，事先就必须有一个周密的计划，想出很好的办法，这就叫思谋。哦，还有一个词儿叫思想。思想是一个哲学用词，是对客观现实的认识，也是改造客观现实的思维，一时很难讲清，以后你会明白的。思考、思念、思想的思。思。这是什么字？月，月亮的月。如果用它在左旁组字呢？那就不代表月亮了。古汉字中肉字和月字相似，所以用它组字时就代表肉，叫做肉月旁。对，看样子这女孩遇上难题了，所以她用手托腮，苦苦思索，这就是腮字。腮就是常说的腮帮子，也叫腮颊，因为腮在脸上，脸是肉的，所以用肉月做旁表意，又因腮丝声母相同，所以用丝字表音。腮，丝哀腮，腮颊的腮。腮。呀，这条鱼还活着呢，快把它放回到水里去呀。哎，你别急，它是主动跳出来教你识字的，因为人有腮，鱼也有腮。这就是鱼鳃的鳃字。鳃是鱼和某些水生动物的呼吸器官，是用来吸取水中养分的。因为是鱼或是某些水生动物，所以用鱼字表意，丝字在这里同样表音。鳃，鱼字旁鳃，鱼鳃的鳃。鳃，鳃，肉月旁鳃。腮帮子的腮，腮帮子真难听，腮颊的腮。思，思考思念思想的思。细，粗细的细。好了，今天就学到这儿，回家去吧。嗯，老爷爷，明天见。哎，明天见，明天见。哎呦，哎呦。快快快，哎呀，起来起来起来。哎呀，知道你为什么摔跤吗？是你太粗心大意，迈开步之前要先看清脚下的路嘛。以后不论做什么事都要细心些，细微仔细些，详细些。哦，手上也弄脏了，容易染上细菌的，快回去洗洗吧。哦，我明白了。细心、细微、仔细、详细，还有细菌的细。哎，算你聪明。好，快回家吧。嗯，老爷爷再见。哎，再见，再见。老爷爷再见，老爷爷再见。哎。信，信门的信。今天我们还用它来组字。小女孩吗？她又碰上难题了，看样子是。哎，你看她正在动脑子呢。对，动脑子，或者说动脑筋。那脑子怎么写呀？脑是人体的一部分，所以要用肉月做旁表意，又因信门下面就是大脑，所以与信字组合。
不过要略作改变，这就是脑子。脑是人体中十分重要的器官，它不仅能思考，能记忆，还能支配全身的活动。呀，人的脑袋里这么复杂呀。哎，脑袋就是头，北京人叫脑袋瓜儿，或叫脑袋瓜子，也是这个脑子啊。脑，脑，脑，脑筋，脑袋，动脑子的脑。脑。小男孩就是讨厌，他把这个小女孩惹恼了。这就是惹恼了的脑子，恼就是生气了，就是人们常说的恼火、恼怒、恼恨。恼还有心里烦闷、不痛快的意思，比如烦恼、苦恼、懊恼也是这个恼字。因为恼是一种心情，所以用竖心表意，而任何心情都要受大脑支配，所以以变了形的信字组合。恼，竖心旁恼，烦恼、苦恼、恼怒的恼。恼。这个小土山丘就是南脑。人有脑，土山丘还有脑。人脑是人体的最高部位，所以土山丘的最高部位也被叫做脑。不过因为是土山，所以要用土字作旁，这个脑多用于地名，比如这里的南脑，还有诸如盘云脑、放羊脑等等。脑，土字旁脑，表示山丘高处的脑。脑，你们看，它下来了。那个是傻子，大家快跑！不要怕，它不吃人，又不咬人，只不过傻乎乎的嘛。这傻子的傻字怎么写呀？你们看着，先用信表示他的头，再用个八字表示他的双臂，最下面是他的双腿。另外他是人，并且还需要人照顾，所以再加个立人，这就是傻子的傻字。老爷爷，傻子和疯子一样吗？那不一样，疯子是正常人受了刺激，神经上出了毛病，傻子大多是先天性的，头脑糊涂，不明事理。另外人们还把这个傻字用在正常人身上，比如说傻瓜、傻劲儿、傻笑、傻样，表示一个人在发生意外时目瞪口呆，还常用傻眼儿来形容。傻是啊，傻，傻子，傻笑，傻瓜的傻。傻，傻子，傻笑，傻瓜的傻。脑，土字旁脑，表示土山丘高处的脑。讨厌，讨厌，讨厌，讨厌。恼，竖心旁恼，烦恼、苦恼、恼怒的恼。恼，肉月旁恼，头脑、脑筋、脑袋瓜的恼。别捣乱，我正在动脑子呢。